平日有咩好做？翻工啊，唔使做啊。喂，吊颈都要睇下戏噶嘛，香港人。如果唔想咁文文泼泼，又想喺香港超下戏下嘅话咧，原来唔少酒店 package 都好抵玩噶。一月睇下咩玩啊，跟我嚟啦！今次记者实施嘅咧就系 Hotel Icon 嘅港澳人专享 Foodcation 食家住优惠，最平嘅价钱以平日嚟计，1500咧就可以包一晚住宿，再加两个人嘅午市自助餐同埋午市套餐，相等于订房咧就送一餐 ，CP 值都几高喎。依度嘅 buffet 咧不嬲出名南部，平日食 lunch 嘅话咧都要成400多元位，今次 package 咧竟然包埋添，要睇下啲咩好食啦，开餐啦！叫得做 Foodcation 食家住優惠啊，咁梗係唔可以錯過佢哋嘅美食啦！除咗頭先介紹嘅 The Market Lunch Buffet 之外咧，佢哋嘅大堂餐廳 Green 入邊嘅 set lunch 都好吸引噶。三道菜套餐咧就包括咗頭盤、主菜、甜品、飲品、咖啡或茶，望落份量都唔少喎。食完嘢，一於睇下間房點先。虽然今次优惠包的是城景房，但景色都不算太差。住客咧仲可以免费享用呢度嘅 mini bar 添啊！食完饭睇完房，等我带大家睇埋酒店入边有咩好玩啦！虽然今次的优惠咧系唔包括 SPA， 但系住客咧系可以享有指定的优惠价嘅。难得一场嚟到，不妨一试。跟住咧，再嚟睇下住客专用嘅九楼区域先。黄昏时分，仲可以同闺蜜或者另一半嚟探翻杯 relax 一下。